是秀芬啊，现在开学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，但是回想起我们开学前赶作业的那段时光，是不是还有心有余悸呢？今天我就整理了十部开学前赶作业的视频，看看你能不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呢？你把我学一点吧，我就好把它给你啊，你把我学一点吧，好痛吧，小姐，我帮不了你啊。有钱能洗鬼推磨，但是也有有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啊。先生，你上鲜花干嘛？作业写完了怎么的？没有啊，没有写完。还有多少？还有六本吧。你快开学了，你知道吗，杨子玉？有几天嘛？四天。几天？四天。我还有四天就开学了。是啊，你没骗我吧？没有。你说啥？你帮我写点吧。我帮不了你，我没办法。对不起，恕老朽无能为力。别笑。再见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在想，这小朋友哭得这么厉害，应该不是演的吧？因为这么小的小朋友，你让他演真的演不出来耶。你不是说小朋友演不出来，让我演我也演不出来呀。帮我学一点吧，帮我学一点吧，啊，帮帮我吧，我红包给你。太假了，再来啊！哦，刘总，啊，哎，算了，这个我演不了这个，我演不了，因为我满脸都是水。左牙吗？嗯，约诺牙。用左眼，就是那个麦可乐了。你这嘞？我的也是麦可乐。俺不能少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最开始，俺妈觉得还是冲麦可乐，然后就少了。你这嘞？不是老师，我是忘在家里头了，然后。你嘞？我有上四年级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搁家里了，喝啤酒。哦，有上四年级，你这嘞？找不着了。找不着了，你这嘞？在家里边儿嘞，然后找不着。我嘞，上网课太乱了。我嘞，是因为网上班同学上不了网课，所以我转的布置啥作业。确定写没写？写了。写完没有？写完了。说实话吗？说了。现在小朋友怎么说话的这么理直气壮，脸不红心不跳，而且特大声啊！不过我很认同第三个小朋友的，他说以为是旧书都不要了，收了丢了。哎，像我们学校就有这种情况啊，像乐乐开学的时候，老师还说要他带上个学期的书，还有那个练习册也要带。老师就说，我就想完了，那什么语文书啊，练习册啊，我就扔了呀。不过呢，这个呢我感觉应该是个段子来的，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带，全都扔了，这不太可能。什么是中国速度？看看那夜幕之下的寒假作业现场你就知道了，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就能创造一个奇迹。请不要相信大年三十的夜晚是不眠之夜，但请相信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才是真正的万家灯火。你在他们身上啊看到了中国速度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开学前的前天晚上是不是都是万家灯火？你们是不是都是通宵赶作业啊？喂，妈妈，我们是不是明天开学呀？我们明天就开学了。啊！怎么办了？不是三十一，那不是三十一吗？你们不要骗我，求求你们了。不是三十一吗？是明天吗？
这个小朋友的是记错日子了，他以为是31开学，结果不是。所以你们上学开学的时候有没有接到一次，是不是都是家长提醒你，你才想起要开学了？我就可以留学呗，我就可以你给我等一下 Later 写完了没有？哎，这是哭着写呀、啊！他这个小朋友是多坚强，他边哭他还能给自己边打气，还不停比啊，不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一哭起来你这可不管了啊，罢工了。所以这个小朋友别看他哭了，他以后一定是一个人才哟。快开学了，这是在加班赶工期吗？相信一支笔，一个晚上，我能创造出一个奇迹来。有人知道谷爱凌吗？知道，别人家的孩子嘛。人家18岁拿下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金牌，并以第一名考上斯坦福大学。哎呀，按你这样，真不敢想你18岁的时候能做什么。啊、你知道古月吗？知道。别人家孩子的吗？北京大学本科加斯坦福硕士，所以谷爱凌也考上了斯坦福。我的母后初中勉强结业，所以18岁我应该在电子厂里面拧螺丝。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清楚，反驳的非常的好啊！不然你们家长问你们有没有考的好成绩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都是这么反驳的？现在知道赶工期了，今天烂尾楼能封顶吗？看我干啥呀？不是吗？写这么久也不饿了，厕所也不去了，要不要再玩玩手机呀、啊？你能不能别幸灾乐祸了？我庆幸的是你这些原材料还都在，要不然呢，真成烂尾楼了。咱家大年30都没打一宿灯，我看你这架势啊，今晚是得通宵啊。也正常，收尾的沟通不都得加班加点吗？对不对？咋还差那几个电字吗？但最后我想问一句，虽然是烂尾楼，现在撵工期，但它质量能不能保证啊？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一个烂尾楼质量能好到哪去？一个烂尾楼质量能好到哪去？有人真的小朋友这个思维能力真的非常强，超强啊！你说他一句他能顶你10句，而且还顶得有理有据啊，说的也没错啊。烂尾楼了，你还想要质量呀？还是我老是去养猪吧，还是谁质量？我老是养猪吧，还是我老是养猪吧？快点写，你养猪也要写字。养猪根本不写字了，养猪就……你养猪你不认识字，你养啥猪啊你啊？养你呀、啊，养你这头猪啊？快点写！我已经生气了，你说我的老师，我不要你，我写完了，讨厌鬼！这个小朋友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在这么多的视频当中，看到你们自己的影子呢。